长，那个苹果的民调显示你跟丁守中只有差4%，你怎么看？反正民调就是看一看嘛，继续努力就对了嘛。有两份民调，一份是差4%，另外一份差了12%，将近12%。你觉得哪一份比较准一点？以你内部评估？不知道啊，没有民调，不晓得这个民调。我其实用1000份样本要去猜测，不太容易的。那个还是有本来就有误差嘛。